娘乖乖。闺女，你是不是傻？怎么了，妈妈？这个红色的最便宜，绿色的贵。咱们啊，把里面的东西换一下。你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花最便宜的钱吃最贵的寿司了。反正也没人管，又便宜啊，不占白不占。妈妈真好。闺女，你看，旁边这人多傻，都没人管，还拿那种贵的寿司吃啊，真是钱多的没地方花。还是咱们节俭，闺女，咱们可以多吃点，给这家老板上课。你们这么做，别人还怎么吃寿司啊？我们怎么了？又没不让你吃，事儿怎么那么多？你。不乐意吃你可以走啊，又没人逼你。闺女，来多吃点，气死他。多吃点，多吃点，气死他。你好，您一共消费了150元。还好我机智，省了不少钱，下次还来。等一下，这个金额不对，他们一直在更换餐盘上的寿司，将贵的寿司换到便宜的盘子中。你闭嘴，说我们换寿司吃，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乱说话，小心我告你，我让你赔得倾家荡产。哎，监控怎么坏了？没有画面。监控啊，早就被我们破坏了，看你拿什么证据。既然没证据，你现在就道歉，再替我付了这顿饭钱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还好我是一个头上长着摄像机的人。你们的所作所为都录下来了。什么？